接球接球接球，我随看，都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幺八叉的，伊就敢叮当袂着，伊要叫人换大灯迄个啦。无要紧，我接球，我接我接，我接我接我接，我袂甲伊变，我接，我都无应该要靠边，我袂知影你讲啥潲。我接我接，我先接一下，我看这人讲的嘴话糟，我无要变啦，哎呀，都好在接。食米，人讲食米粉咧发烧的这种人，你知道？我一想我就知是谁啊！我接，我接，我接，我接。我什么咧不报忧？我拢我这个专门咧报忧，你咧不报忧？你是咧讲这是无水准的，无水准的。我接，我接，我接，我一用烂 pass 想就知道你是谁啊！那没看呢，我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呢，奇怪。我记得有一个这边西边瓦边啊，你是把它删掉是不是？都有一个底下靠北公都要换大灯啊，靠北公都要换大灯，你知道？甘是你？他就说那个没有用啊，对啊，就你嘛，就无聊啊。我给你看，我讲啦，你是自己看，我唔是。我看，我就跟你讲嘛，我是忙到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啦，你知道？啊，你都要出名，我跟你讲嘛，我当然给你编起来啦 我就去迄个啥，啊，我说自助性行销者，你是咧做大灯泡光的呢，还是咧卖大灯的？这一罐399，都好用啊，搁靠背，你咧卖大灯的嘛？这个。399的物件会当解决你大厅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咧惊生意无通做呢啦？你惊呢啦？谁会食饱闲闲，干那电费无谓就去换大厅？干那你会尔啦，我袂啦，安尼知哦？安尼知哦？大厅无害就无谓换一，啊你啊你也照讲你的概念，那呢啊，钣金如果变物的话，啊不就整台去重烤？将那个干货啊，我唔是咧惊回复，我是完全甲你视而不见，因为我感觉你用物件根本讲的是鬼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就讲安怎，你毋知？我想要行销者啦，我跟你讲，就觉得你很无聊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做生意就袂强你啊！我去自由行销一届，我为着你，我紧，哎呀，我当然甲你并起来，因为我袂让你刷存在感，你知道？你原底你也无讲，我袂甲你评咧，无礼貌咧。你谁会食饱用大顶无位就去换掉？啊，一台车无位，大米用咪同款，佫会变迄个杜门，同款佫会变无。不是讲要干话啦，有够笨的咧！399你不去用，特价的时候还记那200几块尔。哦，然后他讲怎样，你们自己去看，我后来就评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绝对是你这个，是。无高追，你毋知影奇才。来，他讲，他就说哦，过几天就悟回来了。我饲过3个月啦，3个月啦，我自己有试过3个月。啊，假使不要说3个月，一个礼拜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抓一个礼拜啦。啊，一个礼拜，啊，你都够。我还就好啊！我跟你讲啦，你没有看过我大灯美容。我跟你讲啦，甲你讲破无值钱啦。你用这露露的料有无？你大灯过去啊，拍鲨鱼啦，鲨鱼啦那一类啦，迄档要超过外月啦，超过啦。你有车库的，还佫超过啦。啊，电费你咧照常伊会烧，迄超过啦。我已经试啊，我爱试啊，我咧边啊，你还袂出事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悟回来再插就好了。啊，你换新的大灯，不是一样会悟回来？啊，即摆我就甲讲，我即摆甲讲哦，讲诶，现场我讲啊，你就当做哪咧拍啦安尼尔，啊伊就讲哦，直接换大灯，我觉得比较有价值。当然，真物厂价格有差，看个人取舍。你好呀，我毋咪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人家在做汽车美容的，啊，这规个钣金换掉，顶课都啊，你去考察，你去考察要怎啊？你去美容要怎啊？不要讲那干话。对不对？啊，怎么我就甲讲哦，
几百人就能解决的 CP 值才会高。啊，伊即摆下骹就开始拍，我唔是无看，我即摆是无应该，因为无应该，你咧讲我就一看，知影你这个地位就无悬啊。过来伊就讲哦，过几天就会误回来，请问解决在哪里？只要把问题先藏起来几天再说，没有任何东西不会坏的。延长说，你都不了解，我干那一日这抛光，我试三个月，我的眼睛挂个拍一半掉尔，三个月才真正个滴嘞，啊一个月还佫含新的一模一样，没水准啊，你就没水准，对不对？啊，佫来。三四九看似不贵，哦是三百四也够买几罐有副厂大灯。我开讲买一罐，大灯我有试过啊。你即马拍完了，佮定期安尼倒打拍倒打拍，你用无佮三分之一大灯，你都搬大过去切啊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都光到要靠背，你是，所以你不要，你是无贪买许啦，无贪买你艰苦你啦，对不对？时间成本，我想保养学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换当医疗用品，换车唔只医疗用品，换玻璃大灯啦、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了解哦？你敢不敢接球？你打电话来 call 啦，你安尼红啦，对不对？这就很奇怪，你不唔捌半字少，你唔知保养学频道是用上少钱去完成 DIY 呢？一次就让你闭嘴了，来了。白同学进站大灯抛光，这才会恐怖，这出才会恐怖，你知道嗎？你要叫人奥多拜过去了吗？我讲这些，感觉我对你足失望的呢。你这种店家哦，传出去，人家就吓就吓死了，吓就吓死了。先换车无要紧，对不对？大灯抛光，敢我安尼用尔？啊，你看哦，安尼嘛，原本是这样嘛，对啊，啊，你也不用干，你就卖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不要变安尼啦？我们都没有跳进的啦，没有跳进的啦，我们一镜到底在拍的啦。啊，都真正安尼，都真正都拍出来，你是。是换烂呢？啊，你哪不爱个接球？我还没有跟你边缘回答、啊，直接这样要换东西，那就烂店家，你知道？来，同学开始指名那张烂店家，什么时代你还在这样？349块会当拍要几十架，你唔用，对不对？迄个有迄个镀膜的店家就讲嫌甲人拍啦大美容，嫌甲无一块好利用人啊。啊！我来嫌啊！我用啊，杜我卖用啊，规台车换掉得了，拍啦，垃圾店，对不对？真正垃圾店啊！什么你不敢接球？来，我过来试啦。OMG 一个月以后，像我多好啊，多好啊，自助性行销。来，要下单，请指明白龙雪连接。这请讲是，我足失望啊！地位这低，要跟人做生意，你那爸帮你出钱的你啦。OMG 一个月后。来，无礼貌咧，无实力，佮敢咧讲个干话。这一个月以后，风吹雨打的，这个粉丝在路上堵我，互你看。等足久的时阵，要来胡说。真正咧，就真正都拍出来，你讲付不进嘛？但我先甲迄落，我迄边个迄落频道关掉个，但我再先处理者。地位无悬，何人做生意都将人做歹的，真正。这个一个月前之前拍的，我拢无。林爸因恁挂拍安尼，啊，这就交代这路啊。对不对？恁要敢用手推尔，你。店尾那边，人讲这不是店尾嘛，吓啊！我起码下雨我都不用。丢啊！啊，推的过程。专业汽车美容，那不管了。你让我足失望的，你唔知？啊，你这边地位无悬，安尼多啊咧？有无？有无？你就是安尼用的啊。无碳当碳粒，但是就是。这真正啊，你说。
你拄啊，你唔知讲你来我遮，你也有实力，有实力我感觉你点点，因为我是奇才啊，你知道？奇才呢？啊，你哪不爱讲话啊？我没有跟你拼呢，你打你的电号出来啦，你拍你公司的名出来，我看马上人敢去无啦？那个板筋，对不对？刚看你卖物件，都在哀，安尼嘛。你没有打蜡机，我也没有用手再去推嘛。对不对？垃圾店的，刚在这里讲的干话，你报你的店出来啦，我帮你广告啦。香槟，没有什么味道哦。直接开始，那他妈推嘛，推还不变有变惊不？因为我也是觉得说，我今天耐用度不高，有金吗？一边是亮亮的，一边是黑白的，正好是我们要把它测试防波组。来、啊，那个金还搁底下，你唔得出声啊！你都不敢接球了，不敢接球就冰起来了哦。要不然我跟你冰起来，你后来你留言你怎么花式，没有人知道的哦。下西下井，换大顶。台湾人咧，叫你种人害死啦！要赚钱，你爱有良心啦！迄副厂，我甲你讲，副厂的顶卡乱乱咧，毋知你敢走水就走人脚面呀？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咧起雾，恁爸咧换电火的时，你毋知咧创啥？拜托，你不敢接了是不是？来，开始要落单，甲买落。我这十个月加出来，副厂的灯具烂得要命啊！那地板有物件用哩呢 ？TYC 啊，小块当用啦。这我袂真好，今要讲做生意啊，靠腰哩。垃圾店，垃圾店煞垃圾店啦。啊，你乃无爱讲，我甲讲，迄款的真好用，甲要靠背，比我所想的好用甲。我讲奇怪，哪有可能好用甲安呢？啊，我们只想唔知淹没机，还下面半句三个无讲，对不对？我甲你教啦，你我才落单买回去，去遐抛光，你就讲讲我已经甲你大顶换掉啊！你甲报大顶的钱啦，你赚愈济啦，白痴，白痴！你做好电话甲你教，你也是安尼胖胖的，伊个胖胖的好，哎呀，胖胖的，啊，你也收五千块大顶换掉啦，无聪明啊！都你地位都无悬，垃圾店咧，无爱讲话，我要甲你冰起来哦，安尼就好啊、哦。我冰起来，不然你留言就无会啊，给你机会哦。你不敢接了是不是？你竟然你唔知白龙雪频道写讲真人 PK 你啊？迄位粉丝呐，伊呐，感觉讲对我疑问，我着直播来，你看唔是要呛声，你着感觉讲我对讲法唔对，你来讲，大家拢鸡嘴变哪嘴？像个英雄，天天挂去拍两集，迄一条就拖伫遐，对不对？讲一下较歹听，第三个月较小可有咧提啦，第三个月啊。啊，因为你若大顶有咧烧来讲，你拍一届冻两礼拜好啊吧？你外口你同款咧拍咧拍，我用别人的产品嘛是同款，迄块冻嘛是冻一两礼拜尔啦。换新的，换新的，你起笑咧，好，你要付钱换新啊？我超浪费，垃圾。生车咧换迄副厂的大灯，我甲你讲，你若咧生车大灯唔好换副厂的，袂光啦。尤其是双 B 的，那个双 B 的，尤其是139那个大灯多烂呢，对不对？遭水雾啦，佮袂光咧，看安尼水水袂光，伊内底吹雨源拍吹，伊唔是讲伊打鸟啥，它本身就吹得蒙蒙，你知道？迄内底反光白的做啊足歹。人讲不得不换大灯，浪费，唔咧起笑，所以您。以后你唔好叫恁咧店家来洗脑，讲咧大顶有歪了，买一罐去推推的啦，先去推推的啦。啊，若讲三工叫变乌的啦，你三工再去推啦，推一届，敢着二十块的成本，对不对？